拉回来了，咱收吧，收吧，收吧，收吧。这个没法钓了，没法钓了。这边是高铁桥，这边是高速桥，咱们在这两个之间啊，打打车钩。这儿的水没有冻冰啊，我看看前一段好多人在这玩，咱们今天也来碰碰运气啊。但是今天啊，忘了把我这个海竿支架拿回来了，咱们就简单的找个地方扔扔，看干烧的，看线。咱们今天用的是这个正宗的3米9的远头竿啊，然后由于没带架子啊，咱们看看看干烧能不能打中鱼啊。很多人都怀疑，一说啊找筏竿钓，旁边就是有筏竿的啊，但是筏竿它打不远啊，虽然说竿尖的灵敏，但是它是打不远。咱们今天看看我这大硬干烧的啊，看看能不能看出信号来啊。这家伙轻轻一抖，肉就出去了。没敢打远，都是钓鱼人啊。有了，杆儿是多啊，打一片，一个颜色的。位置偏差就这么点儿，鱼货就不一样。去桥根儿，哎，就是有鱼。去桥根儿那是。嗯，还是那边出啊，这是典型的位置的事儿，加上今天报警器没拿，这个鱼啊钓着。有点郁闷了啊，就一直盯着杆尖子了，都不使铃铛啊，都不使铃铛。大伙儿长按红心，点赞3秒，一圈3连啊。这是家老孙，今天开了张就行啊。我也看看这里边鱼多大，值当不值当来。他打的也不近呢。这个好像回线了，哎，这个好像回线了，应该是有鱼了啊。一抬头，线回来了，有劲儿，哎，有劲儿，有劲儿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个大鲫鱼真大个的哦，相当的奥利给。相当奥利给啊。要不说没有警报器看着回线了。还是远处上啊。有半斤多。有。哎呀，开张就知足了，再来。把这根杆重新抛一下啊。大概找点感觉了啊，再打远点啊，操，打对面了，我操，这回打了140米，我这个定，我这个定线器定的就是140米。140米，定
这个点了，再点一下，上面应该在的，有，一点就沉，有前缀，这个鱼分量也行，鸟着呢，你往我这儿来了吧，打俩杆子来。你先回回线，把鱼拉过来。你先回回线，没说。松线。把线没打开，松线，然后我把鱼摘了，不就完了？这个得有。好事成双了啊！3-4两。没。不行啊，咱这一上鱼啊。跟旁边挂了，我打那么远还能挂，咱就撤吧，啊，行，回线了，回了是吧？我看你回线了，哎，拉回来，咱收吧，收吧，这个没法钓了，好，收吧，你把这个给咱收收线，哎，没法干了，太乱了。都搅一堆了，咱收吧。鱼的个头行啊，就是有点乱啊。一共就钓了俩啊，大概2个小时吧。这侧啊还是上鱼啊，就是但是它杆子太多了啊，别说鸟我，他们都互相鸟。今天咱们就钓到这儿啊，过两天我看天气预报的又要凉了啊，咱们继续上冰钓，还是这个冰钓过瘾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拜拜。